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娱乐讲解，我是小论。明星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，虽然对于他们之间的一点点事情都能放大来说，一点小新闻也能让网友们开心半天。张一山作为如今热门的小鲜肉之一，虽然有颜值却一直都靠实力说话，他也是小鲜肉中演技比较上乘的一个实力演员。而张一山最近一直以来拍摄的很多剧都不错，在余罪中他爆发的演技也是让大家看看很过瘾。一个搞笑的张一山也能演出酷帅痞子的感觉，可以说演技是很厉害了，也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张一山拍摄的剧有很多，有这么一部让大家印象深刻，那就是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中他和老师的恋情，也是让观众跌破了眼镜。在剧中，张一山和老师柳青有一段忘年的感情，柳青比男主大很多，而他们在剧中的吻戏更是让观众惊呆了。张一山和老师拍吻戏的时候太忘我，镜头拉近那一刻，网友瞬间炸锅了，他们吻得太投入，以至于直接能看到对方的舌头，也看得出来两个人为这部戏用心了，演技也得到大家的认可，这一幕也成为剧中的经典。对此，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